Gaffney Sh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the Gaffney Show.今天呢，我们这个跟江湖卖药有关系了哦。雅琪啊，就是我们俗称的 Nine City， 全国到处都有夜市，夜市有一款人哦，关了美油啊，美油啊，卖药。到底他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咱们先 take a look at 有一段精彩的 VCR， 请看来。凡是到过中南部的观众朋友一定都知道，只要有广大的空地或者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就有夜市文化的存在。而叫卖的东西，不论是吃的、用的，全部是应有尽有。其中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是卖药酒的小贩。看他们使出十八般武艺，生龙活虎，神气活现的向人山人海的台下观众强力推销，而画面中生吞活食的画面更是卖药人的精彩绝活。虽然动作十分的危险，然而这些卖药人依旧十分卖力的亲身示范药酒的疗效。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这些昼伏夜出的卖药人，他们充满传奇的工作。这就厉害了，所以大家几乎都有到过夜市哦。但是中南部以下这种卖药的这种行业比较多，北部比较不容易。对啊，北部人哦，因为中南部的人身体比较不好。不是，他们的消费习惯哦。哎，对，因为几位有业者来到这里，我们总不能说啊，中南部水准低啊，对不对？哦，我刚讲了啦，好，你嘛是会讲起来，有所以讲，咱台南嘛，你这台南的，你红刷了，你冰冻，你鹅卵鼻，你猫鼻头了，踢笑了。注意，今天来了两位特别来宾，是他们算是我们这个本土艺人当中最受到大家喜欢的。对，刚为什么讲到剃腮给玲珑，当中有位长得很像剃腮。开十一万，还有人比我像吗？哦，这恐怖，你是假假，你是金金竹笋子。哎，卖孬了，今天欢迎我们菜头王才华先生。哎呦，嗨，哎呦，哦，哇，来，两位，哎，看谁。我猜一下，这位王彩华。你做功夫呢？你为你家就留下那个考级人啊。你讲我最近美容，你讲啊。哦。这叫什么？这个没想到，我们是国内唯一一位艺人啊！我看他坐高脚椅还需要用助跑的。哇，你有不有样？什么意思嘛？以前蔡大哥坐个起来拢。这个比起来更快，麦克风来升高啊！我跟你讲，我们蔡大哥也是国内唯一一位啊，他是数字最接近的一位啦。他没有这个数字哦，就是身高148，体重148。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夜市卖药，我记得印象不哈，大哥哦。夜市卖药，对，我是没有卖过药，我卖过那个化妆品。化妆品，哇，一摊了3000多万。哎呦，一摊头家请我去干老板啦，是讲这摊菜头知名的，知名度不错。哦，去了这边了，安怎讲都袂，这个名太歹，别那一种。怎么找你去卖化妆？是啊，伊若讲找我去卖药啊。哦，啊，这已经男主角徛出来，人啊，这个是使用前啊，使用后，这是使用失败。哎呦，我刚好真的看到他，我第一眼就亲切。哎呦，亲切！在金门当兵嘛，金门有一种路边都有很多风师爷，风师爷绑一条红色的带子。你都变化妆就行。哎，彩华聊一下，你对这个有概念？有，他就多了。你那里催我来的丢？对。人啊，这位的这，三七人公哦，这位来了，跨下。对。你那里来这样子要卖药啊？要卖药，你那里的就是要卖药啊。真笑哎，好了送爷，好了送爷。对对，他们这个有没有他表演功夫？哎，呼呼呼！哇，哇，有没有提点啊？这个。赤手啊，锤铁钉，对对对，呼，哎，我来攻塞呀，去的，哎，你在北药？对呀，没北药，像北药啊，咱们北药，真正就是要呼花来表演，好来，来，大家
哇，好。哎，迄一天有一个阿伯问我，哈，伊讲啊，手着伤的时阵爱抹啥物较好？抹啥物较好？反正我那卖药。哎，干什么？所以他们这种江湖卖艺的，他们这个 talking 啊，叫做什么？肛门。肛门。肛门。就是他们的 talking 啊，有没有？来，因为看他唱歌，就是迄落做，我第一介绍唱歌，就是去迄落唱因这安尼跑码头的，伊落卖药啊，我嘛捌唱过啊，我拢头先拢会喜欢这辣妹出来，而且她是性感三点的。带，因为他这个出来符合老兵的需求，老兵的那个稳定性比较高，他一开始看这一通就不会再走了、欸、所以前面的表演魔术我怎么踩玻璃了怎么样他还可以打瞌睡、喔、好厉害了所以有概念我们就可以聊了今天来的两位算是啊我们这个哦三位他本身就是业者、喔、是他是在里面做表演的我们一起来合唱这一首太阳一样欢迎他们三位太阳一样加油加油好久没这么热闹哎呦棒你看这个气氛啊完全就加入刚刚 Nice City Benetton 来三位往前一小步好好介绍自己第一位叫做是美惠来 introduce your age and your水十年吧那么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欸、不是也不是、啊、靠柯林从小从看起来就阿姨了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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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我喂公喂喂喂喂喂喂是在夜市里面有卖药嗯做表演对就表演完然后开始卖药啊嗯那通常都是什么样表演你算资深的你能介绍一下卖这个药卖药啊哎呦你够自己的翻译的卖这个药没有啊你现在国语跟台语都是全国的观众朋友有说台语嘛国语也会通我是觉得用白我都用台语来说可以用台语啊我也要用台语啊你要用国语我觉得说不适当话听不到对不对哎呀因为通常通常啦，哦，通常，通常咧，别看那些凶险的啦，哈，不自杀叫咧通常啊，是啦，我即马你讲叫大家国语拢会通，我即马是讲用一个通常甲一个通常，你先甲我讲迄种通常啊。讲话卖古毛，继续介绍。好。那么咧，通常看凶险的拢是咧阿伯啊，哈，嘿，阿伯啊，阿伯啊，尤其哈那个阿伯啊吼，足爱看，那边啊到凶险时阵，哦，伊啊好那只吼。弄这个七点遐哦，八点开始对不对？七点的时阵哦，会夹伊个头前摆啊。阿伯啊吼，拢在等啥？你敢知？等啥？看会讲吼，食伊会壮阳的遐。哎呦，壮阳药物。人今麦拢流行食迄个，讲伊拢唔是哦。看我看迄个，看像现当场试食。哦，试吃然后就。那一种。系啊，免外久啊，像我有刚刚爱什么二十分呐，十点钟呐。哎呦，今麦哦，今麦讲，看像当场哦，才几分钟啊。马上就。兄弟，当讲，看到真简单呐、啊。当随，当
也不相信，你来试看卖哈。对，搏击，他们每棒棒就搏搏搏搏搏搏击呀，搏搏搏搏搏，搏搏搏搏搏搏击呀，搏搏搏搏搏搏击，啊搏击 rock， 搏击的搏搏的搏击搏。所以你看了他们这个卖男性药物居多。哎呦，你手甲咁要叫你？我以前是卖那个百吉棒棒的。哎呀呀！太险太险！人家不也罗百吉砸我的车？哇！不要再提那个谁在提了，真是。哦，我自己讲的。你自己提的。讲的。那第二位我们了解一下，算你。雅云。Young Age 哎，哎呀，雅云年轻啊！稍等嘞，原来妈妈是歌星啊。对啊，今天是你母啊，无啦，阿姐啦，阿姐啦，小蛋嘞，我停，小蛋嘞，你这种老母，他们这个痴心仔，叫你来话，叫伊落。快他这一次爬上去没有助跑，你跟他讲，他早听人咧讲，有躁郁症拢会怕人，我哪准是假？一摆证实是真的。哦，你真的是他妈妈？麦讲。雅云，来，狗狗跟你讲一讲，他真的是你妈咪啊。真的啊，有像你看他们的梨窝，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哇，那你也是陪着妈妈一起在里面这样，对，跑江湖啊，对，就又好哎，你看好吗？你看娶的这关早鸟，所以我们讨老婆是要讨那种吃过苦的，对不对？那艺人是不能讨的，养尊处优惯，对不对？我那一惯人是养尊，我的狗。那么雅云讲一下你的工作概况，一样吗？两三年吧。啊？来讲伊的工作经验两三年。对啊。把他推下去。不那个这个药都卖得特别好，你都卖什么样的药？跟妈妈卖一样？不是，妈妈卖药。那你是表演？对，唱歌。唱歌表演。那你有没有这个尺度的问题？听说都要蛮清凉，要蛮清凉才可以。啊，伊就看你清凉嘛，无人要看，对不对？哎，啊，其他人会走了以后。平常嘛会去遐听声，对不对？我跟你讲。找亚奇啊，就是拢一寡阿伯啊，少年家，反而是你拢爱看嘿，看迄个看这个体格。哎呦，我就是我讲，我嘛是有咧食，唔是咧物件查甫人咧食尔咧。哦哟，嘿啊，我嘛是咧食啊。其实他皮肤，食到底你也看卖啊，我看你到你身体无我遮用嘛。真的吗？唔相信你怎伊个食看卖，你会知影。我身体无代志，遐用要创啥？啊，哪来讲无吞啊？我这一点都听不见。对啊，你食到底咧情况咧？哎，英国个奶用信用个可可，奶拖奶磨，真正。哎呦，这个好小点，个别破杯呢。哎呦，今天用有没有看到？这个是我所谓的肛门，就是对，因为他们都有练过口条，嗯，就是什么国语就叫押韵，韵脚，砰砰砰，一炮啥呀？哦，唔惊你无来，惊你来了会惊。来，雅云小姐，你介绍一下，你今天这个服装是妈妈帮你准备的，这个做的小了一点，对，小了一点，长大了啊，长大了，对啊，走两步，来来，我们走个台步 ，music go。哎呀，你看可以吗？后面根本掰开了，怎么会这样呢？这种情况多久了？故意的，故意的。好，这是雅云的，长得很可爱。在他旁边这位阿娥应该是阿姨喽。嘿，嘿哟，嘿。哎，尽管他打的牌如意牌，我已经看出来了。两位本来是站中间，到最后慢慢就移到两边了。这位也算是属于这个，我们不会问的事，好不好？没关系呀。很大的伤害，我们不会问。不会。那么东北什么油啊？啊，这个冰冰叫一款嘞，哦，也是冰冰叫一款，不是有酒啊？
药酒厂，系啊，啊药酒是哪一类的药酒？是自己做的还是？家己做的。自己。系按着你爱可以。Snack， 嗯，爪，爪，溜，对啦，溜，溜。他讲的笑话，我们不太能融入，我们要学他那种痛跟他讲。啊，你一间拢卖偌济个济啊？一间啦，一间啦。啊，讲讲咩啊？啊，一万个也有啦。啊，两万啦，好像贵啦，去喊咩啦？啊，两万好个呀。那你们表演当中有跳 special 的吗？尺度是可以到什么地步？那是全。然后这个夜市里面呢，警察会不会来抓？会啊。那你全我就要抓了。不是我啦，是别人。我知影啦。天哪，你遐想下啦？你做好生理，对不对？无啦，你安尼讲，你看你再来，我就甲你讲安尼啊。你们做一场大概可以赚多少钱？以你们。以我们一夜是1500。对啊，阿袂讲完的啦，我拄好讲啊，伫八点开始。拜咱看爷会用个免助跑直接就上椅子，一边去。哎，是是是，好。你讲话来上这部以后身体变好啊。一场一个晚上1500，是一个人还是三个人？一个人，应该不错呢。会吗？哦，不好赚呢。啊有。又去有较侪钱无？赶快，赶快！那通常你们一场可以卖多少药？了解，差不多偌侪钱？偌侪钱是不一定，不一定啊。反正你拢给1500的话，这较好诶。有捌做一场卖了5-6万的？有。哦哟！阿黑安尼有抽无哈？无。耶，那我当时是为什么会进入到这一行？了解一下。嘛是因为咱这个外口对。是是是。诶，阿算讲有接受到咱这个韩团。韩团你知影无？就是咱这个外口场，咱这个夜市啊，这。哦。嗯。叫做韩团呐。韩团。嗯。画啦，韩呐。韩团。嘛，对对对对。画团。画团。总共叫人客叫做画团。哦。啊，所以讲呢，有接触到这朋友。啊，总共拄啊有欠的时阵，叫咱我入去。一做转十几年啊，那样。无啦，断断续续啦。啊，恁翁是做什么行业？那我都长这么漂亮的女人。艺术的款。哈？做陶醉，你啷个这行是无关系啊？无关系。好，我还以为是团长，到最后变团夫人。不是，还生一个小童子军出来。不是。啊，那样，好，了解了解。有没有比较辛苦的地方？啷个吃豆腐呗？你别啦，你别，我请你。你也这样呗？哈哈，我是有嘞。你起落被回档哦，就刚过哦，刚。我来看，我受不了，一直吃豆腐。来，我给你调节。啊，哎，来，位置换一下好了。这个擒贼要先擒王。啊，真是没有用的。对嘛，真的，康康是最聪明。对。哎，我招摇旗人去嘛，无像恁这恐怖。对呀，对呀。我难道来试探讲吃豆腐，因安怎？就是安尼啊，像恁安尼。无啦，无像恁恐怖。我们平常不惯吃豆腐的。你这个弟也才放心诶，因为我们三个是 gay。对。有没有被吃豆腐的状况？会不会？有的人会说你穿太多了啦。我要你哎，脱怎么样子？对呀，那怎么办？你穿少一点呐，他你是泳装嘛，可以到泳装啊。请修这啦，请修这样的不爱夸张。对啦，恭喜恭喜！七六七，七六七，七六七，你是怪孬主哟。不是，伊是少年郎，假裸郎。好我，我假裸郎啊！请修这。那怎么办呢？遇到状况啊，我你不爱，你不脱，我们就不看了。啊，先不看人，一边听了了。我让搞一边。那怎么办？好处理。叫他先脱啊。啊！你叫人家拖，你再拖，你们想？一烫一领，我烫一领。哎呀，这种逻辑是怪。啊，本不离伊呐，穿足侪领，你才穿一领呢，你讲对呢？阿公啊，是在一个什么样偶然的机会缺人，然后进入他这一团？对啊，阿姐介绍的啦。啊，以前你阿姐啊？哎呦，阿姐介绍。哎呦！哎，对对，哎个，扎里，对。对，我来好棒啊！对，行钱烧麦啊！你行钱烧麦，你就该拿了。对，小弟，我解释，因无做歹代志啦，甲请去。我是为恁查甫人设想呢。哦，但是你嘛无应该有大
一道来出来才一道，啊，你身体无？这真正，这真正。以后常常出来。我跟你讲，这真正要怪制作单位。讲开始，以后来宾的位置用那泡茶的桌子，担担面那种有没有？啊，那都大家方便啦。一卡你都贵的，免讲哪会穷干那样。开始开始，哎，你不要说阿娥，就我们笑他怎么样？其实长得很像歌星。谁？真的好像啊。黄淑俊有没有？黄淑俊很高妹呢。哦哦。哎，你咪差伤济个。你主持一下，我坐一下好。啊？好好好好好，大家这不要这个样子。你们最难推销是什么产品？你都卖什么的？抓酒啊。抓酒。蛇酒？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也重用啊。十八人才拼拼叫，下下叫。很贵吗？那是卖杯的还是卖瓶的？瓶的。一瓶要多少钱？上万呢？上万的哦，为什么？我叫会。啊，那真正假的？哎，拼拼叫。那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这个不实的广告，根本也不一定有路用的？我那是有了。也会哈，好诶，你咧切切个个奖品，啊，你今仔上这部料，等于恁去摊可能行李拢摆。无影啦，等于迄个改装得啊。哦，真的啦。那个改装得啊。啊，你卖过，total你卖过什么款的产品？咱先了解，有啥物？抓酒，有卖过什么？抓酒，土龙一款的。土龙酒，土龙有无？土龙可以烤一烤片，土龙酥卷一卷，那个有没有？对不对哈？对不对？亚七我请你。龙龙。哦，鹿茸边有没有？有没有？路边旁边长一点毛有没有？鹿茸是这边，好不好？龙茸哦，很喜哦哦，鹿的那个长在这边。哎，我说鹿茸，哎，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嘿嘿，花。那么鹿茸这个酒，嘿，以外还有什么？安尼，就这样的。对呀。哦，啊，卖一定是卖咱有咧用的物件。所以你是做固定的对吧？一年到头都在卖这个药。啊，不一定啊。啊，捌听过别人讲卖什么其他的物件无？唔知呢。哦，哎呀，咱两人做完，咱就当下当下困啊，咱要要怎？咱做完咱就跳嘛，对不是？不是。但是我讲实在，我听你讲的安尼，拄只个歌，敢那唔是你唱的哦？哈。你讲牙麦鼓，你无唱吼？对嘴哈。有啦。够呀。谢谢娘娘。来，阿伯，你该独唱一下。雅云，来跟哥哥讲一下话。讲什么？阿娥阿姨是不是不会唱歌？哈哈哈哈哈。对啊。刚才说。拄只个对嘴，个对料不好。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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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遇到，很少遇到了。好，真正有遇过骚扰的，来，妹妹，好像没有，也没有啊。对呀，那太好了。伊个吼，是讲上顶的人足济，那人是不是？他们还有一种啊，很不道德的宣传的手法，为着被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我这边代先把做一出来，先呐，介绍盖小姐，盖苦肉计大概。讲一个啦，讲一个啦，人家说的刚我一点骨。切住不可算，有没有？讲破就无价值。对对，讲破就无价值啦。不，等一下，聊个啊，今仔只难滴滴上节目，点么咱嘛是。我是要讲啊，唔讲啦。哎，来，快，别讲。我乃会有雷时光。别讲。别讲，故意全盘托出，好不好？你有痛苦哟。啊不，放下刘家哥来。有啊，要为着吼，算无物件嘛，达到那个宣传的效果。对啊，伊无物件，啊，算讲呢，为着吼，要甲咱的生意搁较好诶，是赚较侪钱诶，说服力。哎，啊，所以讲呢，甲咱这对啊，哦，干呐，哦，事先哈，来甲伊那宣示掉。
稀释一下。稀释掉。哦。要稀释之后拿来做什么呢？然后哈、哦，阿、啊、得算家己饲一个，饲一个啊。算饲过，会当讲真正这边的鞋啊，真正非常好用。哦。会当讲呢，穿瓜嘿，会当穿瓜去解毒。哦。哎、哦，结果呢？有人诶，迄、欸、个有讲诶，有人食过，算讲食着吼，算讲有人迄、那个无好就对啦。哦，吃了挂点了，无好啦，嘿，无好吼、哦哦。啊，所以讲咧，人伫人咧到这场遮来讲诶时阵，个头家啦，算我头家，毋是阮诶头家，是咧别位头家。是是，哦、你即摆已经讲甲变悬疑剧啊！你哎，你慢慢来讲。别位头家咧，伊只讲，伊只吼紧张嘛，人算大家吼来找伊啊。算讲有人食了，有安怎样啊？啊，伊来找伊的时阵哦，头家就讲紧张，紧张起来吼，总讲了溜嘴嘛。哎呦，嘿，溜嘴的时阵，伊当讲哦，这哪有可能啊？这是用咱这吼、個，咱这个啊高饼粉呐、啊。哦。啊，这种高饼粉哈、啊。哎呀。哪、啊、有可能会食迄个？我来翻译一下，哦、你那规个讲大字起来啦。难怪是里面的大字，因为它这个是泄露他们行里面的一个东西。我来解释一下好了。有人来买他们的药，哇！这我这里药啊，解毒啦、清瓜啦，那绝对拢好势。吃着药啊，甲吃落去嘛是好起安尼就对啊。后来有人买回去了，一吃吃死人啦！人家来说啊，你这个药有问题啊什么？那我可能有问题，我这个就是高饼粉，怎么可能？哦，原来那个药是假的，是不是安尼意思？对了 ，special 表演哦、欸，他们这个行业是不可或缺的，对不对？你没有表演一些 special， 人家那我被看，奶奶。有没有被警察临检过？我们这个不会啊。为什么？因为有穿泳装啊。泳装可以、啊、到什么尺度条子不会这个开罚单？这个就不会啊。就是泳装，除非全光啊。可以露两点可以吗？三点、啊，还有露三点的。你们露三点？不是啦，是你们另外的，但就是露两点可以啦。不行啊。你有看过的警察来条子来临检的无？是有啦，也是有，嘛是有啦。啊，讲咱的座位，迄个我记得讲话是阿娥哦，阿娥，阿娥，阿娥。那么座位嘛是有咱的眼线呐、啊。哦，你有布线在外面。啊、有啦、哦、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兆头？比如讲哦，有什么这个兆头？今天天气啊，或怎么样，会觉得今天生意一定会好？嗯，有没有？有啊，下面看的兆头。比如讲，你今日若出去，当个松的话，松舒哦，精力能更加较好。啊、你今天是说碰到虚数啊，今天生理绝对不好、哦、是怎样、哦、他们这个行业跟数学还有关系，叫负负得正、嗯欸、嘿，这就是一个一前就是这样、哦哦、有一个这个就流传下来，流传下来就是这样子。我感觉你不要只卖油啊，你自己也当做松鼠的啊。没啦，创啥货啊？是是讲卖油啊哈。松鼠会来。卖油，你若讲出来碰到今日哈，碰到松的话哈。嗯。啊，今日盐啊，如果走夜市啊，生理一定改好。哎、欸，啊是拢是遐幽魂去看的。这个有时候很难讲，这是一种兆头。无啦，就表示讲身体无好的人，甲因较有缘。好、哦，是吗？对啊。啊，伊身体无，这是讲伊有。这个我们来讲可能不太有说服力，我们要请专门接受、哦。阿娥有一个谐音呐、啊。哦，谐音。我们那时候都点了送啊。因暗做生意，我就袂歹啊。哦，送啊！我听你咧拍。好，我们问一下，卖油啊，这头家有时啊近水楼台哦，跟表演的小姐，你是表演集团固定啊，还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嘛。哦，走来走去。啊，你哎，头家卖药的老板也讲，甲你小夸讲安尼，有时啊近水楼台一下。是讲这煞大家来食食点心啊？哦哦，小鸭就对了，小鸭，啊，拢小到几点？食饱煞，食饱煞对。有没有跟他交男朋友？没有，无啊，到现在没有。八岁呢，哎，长那么可爱，那么漂亮，啊，你不交男朋友？哎，伊看男朋友讲，哎，你穿遐少，当面跳舞，我不爱跟你交往。其实嘛，应该是。雅云会不会烦恼？哎，烦恼安那边。会啊。那怎么办？有没有遇到喜欢的男生？这是正当的啊。真对啊，我没有说不正当啊！啊，你喜欢那做贼心虚哦、啊。有没有人追你？有。有。那、啊、你有接受他吗？没有啊。为什么？你好像心很心虚哦。有没有？有没有？有啊。那你们之间有没有怎么样？没有啊，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哪有像你这样子？没有。妈妈在这里可能不好意思讲了。对啊。哦，阿内好，好好好。
那么我想呢，这个非常可爱。我们现场啊，卖一下药之后，咱们两位来宾再提出问题，好，好吧？来，快卖药啊！真正呢，唱歌唱起来就开始卖壮阳药。好，请准备来 ，Music。是这，我是山，江山也安尼像我。人搁无三，渐渐也着乱。为何放我地孤单？啊，你我本是同过段，怎又来拆散？如今无散，阮是要安怎？思念心情无地方。好了，没有时间开始，来，我。我心底牌啊，节气牌，明后大力丸，请开始。来，咱来，咱客大家吼，今日暗来，大家坐靠你吧，坐靠你吧。下暗要来甲恁介绍呢，这边真正是非常好用，尤其咱阿伯啊，七八十岁，真正食到地，会当互恁呢，真正下暗转去绝对呢。后礼拜一定过来找我。来，下暗来甲恁介绍，这边是咱明后。大力丸来就吹啊，快这是用吃的啊，用不完。用吃的啦。来，拍开看麦。这款物件用吃的。他继续。那么呢，咱今日也来到这，要得是要跟咱好朋友，大家，咱这吼，乡亲士大，跟咱这吼，人客大家做伙来结缘。那么今日暗呢，会当讲呢，做无介多，只有十罐尔。十罐，来关键十罐尔，真正十罐尔，免紧张嘛。真正嘞吼，会变安尼。对，掌声鼓励一下。我跟你说，看得出来，他在团里面负责表演，他不负责讲话。那很少卖东西，卖东西的是谁啦？开玩笑的，卖东西是男的。都是头家啦，男生啊，所以他是负责他表演，表演完然后呢，我帮忙端个盘子，有人要买，有人要买，啊，对对，收钱啊嘞。自有钱。人讲伊那个卖药的头家啦，伊阿无。真的吗？来买一个，买一个。来，来，头家，卖药，卖药哦。好。来，有后边请你这边这边来，这边不是 N O N N O 浓浓裤啊，拍摄这拢阮内边的团员啊，这正讲是马来西亚派来东方大肉团，等下全部我跟你讲，真正要你看这三秒钟，无开走，无吹号，无头车不走，来，我先请个吹的人客啊，真是啊，今仔日来，咱坐坐位来，大家来看一下戏剧有动物哦，今仔来这全部拢这，是，有动物，有动物。就会到动物的家，是，但是今仔日来卖药了，哦，今仔日卖药无意思，今仔日动物变正港功夫，有影有影，对，今仔日变中国功夫，对，卖药了，来介绍药，来，全部看正港功夫，来，哦，来，功夫来了，来，大家看来，变家己看卖，啊，看会断无？哦，你看阿袂断，你看阿袂断哦，袂断嘛，来，帮看卖，定扣，好来，我帮一下咯，好来，等，哎，没断。来全部变这样功夫，真正继续表演，真正是讲爱吃靠这味药啊，我都是爱吃这啦，所以你看不会变，收起来，表演，来，看，趴下吹了，来，过来，趴下吹点哦，少林武功盖天下哦，这功夫的哦，嘿，呀，那个谁的啊？
啊，再小了，真的没戏。哇！还要赖多久？掌声鼓励他喽！没有，我觉得呢，其实做这个行业，因为以前我曾经做过，我觉得也蛮辛苦的。这个哦，有时候路途都很遥远了，好几个钟头。嘿，马龙进行靠探钱嘛，啊，你只刚探钱五块，恁算袂歹。我较早才探钱五百块尔嘞。哦，走甲变变叫。啊，来，你已经袂用甲代票比啦。系啊，我那遇到，那就遇到下雨就不能赚。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所以我觉得我也蛮钦佩他们，到现在还一直保持着这样，像梅慧阿姨啊，系啊，那无简单啊，成功走后领股。贡献社会，对，蔡大哥以他来讲，他做这种化妆品呢，有没有？对不对？然后就说为也是为社会服务，我们只能用一句话来送给他：是，你是凯子他爹。你能不能给他们就？这样的话空害，对不对？我怎么讲的？其实真的，作为每一个行业都很辛苦啊，尤其是你看看美惠，哈，狠心把妹妹。跟女儿都过一下，你要跟讲这代志，这嘛是要跟你相处啊。你两去嘛嘞，你来偷水的风用个啊，穿安尼出来，安啦，安尼就恐怖啊。对，实际是，但是我跟你讲，做这个行业有时候，佛家来讲哈，也是有业债，业障，业障，你们是不会有哈，偷鸡的，偷鸡，因为。药哈，有时候都是卖红假料不？是啊，你红假料红抓给他是安怎？是啊，是我先问你一下，你只有这个女儿吗？绝对无囝对不？查甫不？你不？这样看卖啊嘞？你哦，无要紧哦。你若讲生查甫出来无要紧哦，会无卡床哦。好个，这就无。对对，卖安尼讲的，不会，你卖听啊。365行，行行出状元啊！只要你自己有兴趣，然后不偷不抢，也不犯法，也不害人的话，我都觉得这个钱是可以赚。你做白人，我做黑人啊！啊，全国平均讲，我拢咧做袂了啊！你嘛是好意啊！今朝有人面恶心恶的啦！不掉哎！其实我们跟你一样，我们都是在表演，对不对？这大哥跟表演几十年，如一日才华也表演。对啊，其实都是从基层做。表演要一些机遇。以前你在牛肉厂，我跟贝姐牛肉厂我也表演过，真的，一天呐，我告诉你，一天。3场2000元整，啊！你是主持还是干什么？主持。那你干嘛说3场2000？我5场哎。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呐、啊，跟你们的闲聊之间呢、啊，知道你们这一个行业的辛苦，我们也希望大家有看到他们呢、啊，就说以艺术的眼光来欣赏他们，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吧？想看就好好看。我们今天还是要感谢一个人，感谢一个人、啊，感谢黄淑迅先生。我就可以看过去。老是看到黄淑清，对，不行呀，现在就行哎，就是给我带来采访嘛呀。雅云，你那臭阿姨，你等于个脏兮，我跟你讲，因为雅云觉得好笑，哎，对不对？我可不讲你生菜头嘞，对不对？好好好，很开心的，所以再次谢谢两位这个大哥大姐来到我们现场，你们的表演我们也是给你们认同跟肯定，对，好吧？好，休息一下，咱们继续回到我们的 Jackie Show。Oh, yeah.